广亮慈善会长期投入社会公益甲慈善工作，受到社会各界肯定。基本会员甲赞助会员平均伫10000人左右。新年度彰化区嘛将由为人政治的周启串接任负责，继续伫县内推动各项公益工作。时常性办理急难救助、制造病变、责任救济、关怀，还佮利用清寒儿童的广亮慈善会，会务遍布全省。因为近排经营会务，因出勤真侪赞助会员，还佮基本会员合作推展会务，嘛受到地方的认同，还佮肯定。重任的开始吼，讲欢喜实在讲是一种担心啦，因为咱惊讲做了无够好，因为咱广亮慈善会彰化区是遍布全彰化县，咱彰化部分即沿海地区弱势团体、家庭、贫困的家庭真正多，拢真正需要靠咱广亮慈善会会来甲帮忙，叫即慈善行业做好吼、欢迎大家安尼来加入咱广亮慈善会。今仔真欢喜吼，来参加咱广亮慈善会第30届彰化区的区主任吼，阿咧交接。洪德事业协会的理事长在罗林吼，所以呢，平常吼，事业有成了后呢，也非常的关怀咱这弱势呢，咱拢照顾咱地方每一回的那阵有咧举办一挂这义诊啦吼，还是讲吼赈灾呢，拢有看到做理事长的形影。周启串接任了后，希望为家规伫彰化地区展开更加多元性的会务，带动地方各类公益事项推展。新中华新闻张大进、何碧采访报道。